葡萄多少钱？25一斤。你这葡萄甜不甜？我开超市的，还能卖你酸葡萄啊？那它要是不甜怎么办？不甜不要钱行了吧？行，让我先尝几个。老板，你的葡萄快没了。哎，你尝完了没？到底买不买？回来，你吐的葡萄皮都快1斤了，你得给我60块钱。不是你说了不甜不要钱吗？你家这葡萄都没熟，酸得我都快吐了。没找你赔钱就知足吧，居然还敢找我要钱。我和小伙伴们都看到了，你吃了那么多葡萄还不给钱，我们都要给你打0分。打零分就打零分，谁敢给我打零分我就敢打谁。什么人啊？这谁种的韭菜？长这么好包饺子肯定好吃。567，我给你带韭菜了，今天包饺子吃。谁把我水仙偷走了？ Later。 老大，这饺子怎么有股怪味？我带来的是新品种的韭菜，就这个味，闭上你的嘴赶紧吃。 2 hours later。 竹青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没听说吗？比比东摊小便宜，错把别人的水仙当韭菜偷了，还包了饺子吃。那肯定会闹肚子啊。可不是吗？这货车拉的就是他，让他贪小便宜，现在活该了吧。